哎呀，大军，哎呀，晚上给我安这个玻璃来了。什么样？还行，挺好看吧？现在怎么个情况呢？停工了啊，灯买完了，橱柜买完了，哎呀，还差收尾工作了。资金链断裂，资金链断裂，这好像开发商说的话呢，不像我说的，就是没钱了。哎呀，一会儿回去算算吧，这怎么？哎呀，我这钱怎么花的呢？我今天一查，里面就剩10000多块钱了，不敢动了。反正也差不多了，再有个20000块钱，能差不多。慢慢有点是添点的。回家吧。买点蘸酱菜吃，玉米面面条。刚才买了烤鸡。哎呀，大姑娘啊，你嚼手指盖呢？几点醒的？俺爸给你买啥了，姑娘？鸡，烤鸡。这个是黄豆酱啊，这个酱跟那个农村大酱不一样，农家大酱不一样，这个属于在咱老家叫盘酱。这个必须来点水呼噜一下子。这玩意儿蘸点小黄瓜，煮点小面条，老美了。这小旱黄瓜蘸点那个小酱，哎呀，老美了！这辣椒我买的是辣的啊，嘎嘎辣。上次买有点没熟是吧？啊，我整的都不想吃了。给人大点行吗？行。这只鸡不到30块钱，26。这不挺长时间没吃？啊，老长时间没吃。大点块。行。来了。抱抱。来，哎呀，姑娘着急了。哎妈，你咋？这个左右吧。嗯。你看那小手。这两天吃成这玩意儿了，让我吃。煮个。5到6分钟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超级辣。我一吃这个酱有点开春的感觉。哎不行，太辣了，吃不了。吃的这叼啥呢？这不刺儿吗？鸡头那砍呗。别卡了啊。
哎呀，今天查了一下咸的，我以我的算法，我那卡里还得有个3-4万，哎妈，一查剩18-9千块钱，不敢动了呢，那在这一动呢，万一是小孩有点啥事，有个病啥的，咱上医院啥的还得找人借钱，那现在借钱多麻烦，多闹心。所以就是先搞上搞了呗，不着急住。也没有啥了，现在哥，铝扣板儿，完了家电啥的，沙发，沙发还买了现在。你看呢？你等个大一点再买，电视啥的。18再买，小点儿。行，这画有点密啊，现在。哎呀，我的面条啊！还好没糊，这小黄面面条，或者这小鸡蛋酱，没字了，再配点这小蒜茄子，这辣椒不行了，太辣了，玩点小黄瓜吧。你来炒土豆片。嗯，炒土豆片。你看姑娘一碰，你看这面条，可爱吃了。你手辣吧，给它揪点，好吃啊，面条。哎，我发现你怎么就，我爱吃你面的，拉倒了。从我姑娘出生到现在1岁零1个多月吧，我算了一下子，23-4万没了，啥都算上啊，我家花销那马七糟的全算上，23-4万，连装修租房的还房贷加我姑娘喝奶粉，这都大包。那不有吗？都给扔了吧，不吃。他才吃完奶。你看他玩去。玩一玩吧。黄瓜呀。你这不误吗？在这咬，还有这个，偶尔吃点粗粮好，别听什么砖头子说，哎，粗粮好，你要天天吃粗粮也不行，偶尔来一顿没毛病。姑娘啊，给叔叔阿姨拜拜，来，拜拜。你就知道死了。